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。为什么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小姐姐？你还不肯说，这算是咋回事？多少彩礼才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小姐姐？把腿抬一下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嘴里嘟囔的什么了？我不是把腿抬起来了吗？你是不是骂我呢？我脚很疼。还有什么？今天我遇到了所有钓鱼人都非常痛恨的一件事儿。你们看，这么多死鱼，一看就是被毒过或电过的。这么好的地方，水质这么好，有关部门为什么不管管？整天就知道抓我们钓鱼的，这电鱼的、网鱼的、毒鱼的，为啥不管？哈哈，我们在路边啊，发现一条河，水质非常好啊。这种地方一看哈、啊，很有信心，应该是有鱼的。咱们四川这边啊，其实有很多小河道都会有桃花呀、马口白条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探钓哈。像我们用独双飞鹰钩，像我们微钓还是去玩这种小溪流、小河道，特别爽。你看这个水这么清澈，肯定有鱼。昨晚下过雨，昨天有24度，今天只有19度。但是我估计这个水温还是没有降，所以鱼的话应该还是在浅滩的位置。咱们玩这种飞鹰钩啊，前面一定要加一卷尼龙纸线哈、啊，软一点，鱼口好一点。我这次还是用我们的狂吸的纸线，今天是阴天嘛，光线不太好，那我用这个浮水的有颜色的制图器啊，我能够看到饵的位置啊，去操控它。中了，哎呀，脱钩了，这条好大。哇，这个大的，大的，哇，居然吸个这么大，直接飞啊，有点高，直接飞，哇，哇，兄弟们，这吸个都这么大，有点猖狂哦，抛了有6、7根、7、8根，两个口中一条，你看，飞鹰钩啊，这个抄网也可以当成鱼护来用啊，用个石头压着，你们看上面那么多看不钓鱼，每次钓鱼都有人看。呵呵哟，来了，小得很这个鱼，哦，大一个开上面了，哎呦，你这真大一块了，桃花儿，小鱼，你们钓啥鱼啊？你有鲫鱼，还是先放掉吧，再见吧啊，来了来了，因为口不多啊，所以我马上换成22号的毒虫，口多一点，那鱼。好小，又是餐条，哎呦，钓了一条细个，钓了2、3条餐条，哎呀，我们发现这个河里面好多死鱼，不知道是被电过还是咋的，你看，看到吧，这还有死鱼呢，一群一群死鱼，全是的，看到吧，这儿，本来钓鱼是很高兴的，看到这些死鱼吧，就没心情钓鱼了。一定要行动起来，监督这种渔业资源的保护。如果发现有电鱼的、毒鱼的、炸鱼的，一定要及时的报警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
为啥都喜欢微胖的姐姐呀、啊、OK 不 OK OK 哈拉少不哈拉少 OK 哈拉少全国男人都撒过的谎是什么？我就抱抱你，啥也不干。哎呦我的妈！Lights, camera,江苏配什么来着？江山睇完入呢个节奏，冇人会怕丑。喺饮醉之后，如果觉得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我为你放下了一切，看情花开花谢，花不开谁等待？我的爱怎如花海？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，画中是冰山的红桃花。人称 Black Jack 情人，21点，我的名字叫陈仁，你可以叫我仁哥。小心。